哎，走一，转回防守。子辰，子辰上面，子辰上去了，上去了。给到李子豪，他里边，李子豪从上线往里挤，给到底角的唐僧帽，唐僧帽，基地给到赵百清，赵百清面框。 再回到外线，唐僧茂手里，唐僧茂通过进去，唐僧茂冲锋闪躲，漂亮！唐僧茂是一个标准的二号位，二十一个。海龙，海龙，海龙！22比16，追梦队领先6分。向子龙，那边，那边，你来！姚晨，掩护，黄汉涛掩护，齐成，向子龙，这个无球的跑动很积极了。 球还是要更快的倒起来，黄汉涛，外线必须出手了，篮板，向子龙漂亮，篮板球拿下来，再重新找机会背传，哎呦，这个球传的很冲，齐成漂亮的转身，哎呦，好脚步，大梦脚步，秀翻全场，哎呦，功夫熊猫上来了，有脚步的，走一个打内线的。 哎，走个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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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是是，我们来一起防守的节奏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哎，别下手啊！阿迪立正，防什么？这一定四连吗？我知道，我刚才说防个人防什么，现在第一下防什么？罗浩源曾经入选过U17国家队。 第一罚命中，身高188公分，80公斤，两罚命中，24比18，暂时口味王追梦队领先6分。向子龙，龙我要，给到李龙哥上线假的，哎，再做侧影，剑气，无球掩护，杨晨都出来，北大防得很到位啊。 北京大学的这一次防守彻底把追梦队的出球线路给摸透了。向子龙，向子龙，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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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板得分，好球啊！北京大学队逐渐把分差追了回来，只落后四分。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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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停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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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教授。龙哥，外线防什么？别跳，外线别跳。怎么了？一晃你们就跳，一晃你们就跳。那没那么准，老师。对手没有投进三分，你们就站住就行了，抢好篮板打反击。回来，他们防盯人，两个外线在这里，邹伟豪在这里，把球传给他。你和五号位打挡拆，走。现在我拿球之后，是两个人来夹击我的，你们都多加注意穿插，穿插，一是穿插，二是外线找机会投篮。他一拿球，而且现在重点防他，对吧？一收，弱侧的穿插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侧错位，没有反追，外边有机会，转身投。进攻，都绷上劲，人都给你使劲，你们为什么不使劲？听见了吗？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好，暂停时间到。周伟豪，周伟豪，我防周伟豪。看看暂停之后双方的调整如何。王大宝把周伟豪换上场。周伟豪中距离半截篮命中。周伟豪一上场就手感火热，命中两分。回防。三分球外线，赵柏清的三分短了。阿迪里，周伟豪 spin， 再给到向子龙。子龙，大哥，大哥，拉开，阿迪里，拉开，拉开。阿迪里要拉开，给阿迪里一个单打的机会。一上掩护假的，底线杨晨，篮板没有，好球向子龙。哎呀，这下下手。龙哥，向子龙手很快。他都准备一打一了，你上来挡拆干嘛呀？五号位，向子龙犯规，边线球发出来，走了，上王浩源再给到张炳军，对对对，中间中间，王浩源年轻的
很有潜力的外线执行啊，篮下打进。赵百清的出色的防守阅读力给队友做侧影，篮下守地手顺利打进。李子豪还打那个，还打那个。李子豪和李彦欣两个人，他们能够随时的给北大的内线做出轮换。周伟豪干拔没有，王浩源快出手长传，赵百清篮下再抢再打再点，唐森茂就地反抢，然后迎面一个三分球。抓住追梦队上球的这个间隙，把球断回来，三分命中。唐森茂的这记三分点燃了北京大学的追分气势。好球！25-26，北京大学队只落后一分了。23。防了！向子龙底线，杨晨大了，李龙哥的篮板，24秒没力，没有沾筐。跳！完！十！这边留底线，陈兰深，底线！陈兰深。李子豪漂亮的脚步，李子豪乃高北京区冠军，全国季军，反篮命中。哇，这个球打得霸气。哎，快回来防守。三次犯规了，不敢用你了，就一个中锋拉伤了一个。好，小慧峰，得比分是26-27，北京大学反超一分。下去，向子龙，阿迪力开火了，老板轮不到阿迪力接球就出手，周伟恒拿下进攻篮板，从篮板弹出来，漂亮！周伟恒，周伟恒在口王追梦队落后的时刻果敢的站出来，咬住了比分。西南扣篮王周伟恒，好球，伟恒防守，双方紧咬比分。来看口王追梦队的防守，还是选择一个半场的联防。罚球线策应，赵百清。哎，三分。唐森茂。底线两分命中。张炳军，24号张炳军，底线中距离命中。